说今天很开心，但时间有点晚，觉得累，想要回家，但我却还舍不得。好吧，请喝茶。好，慢点，生日好，祝生日快乐。什么生日？老公请喝茶。祝老婆永远幸福。谢谢老公。第一印象吗？腿很白，好像就这样吧。会有没有跟他聊天啊？我们就是我大学的时候，我跟我朋友很喜欢办 party， 然后我们在其中一场 party 的时候，然后 Cherry 就来了。其实那场 party 我绰号是小太阳，就是我每个女的都暖这样。在 party 上就是蛮会 social 的，对啊，所以就是目光就是很容易被他带走这样，就是 shot time 这样，就是就喝一杯 shot， 然后那时候他就是从我后面直接就是两只手这样。就伸出来，然后他说你要哪一杯这样，我就说哈，可是我不喝。他说没关系，我帮你喝。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哇，这个人怎么那么会，就是还蛮欣赏他这样。但是我回去的时候，我选择先密他，那时候觉得他很单纯、很可爱这样，就觉得说就很赞，就是外表赞，然后个性还不确定，但目前很赞，那就应该就可以在一起了。他体贴不无理取闹，然后善良温柔，基本上所有老婆该有的特质他都有了。我是那种吵架直接跪下那种，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不会吵，我们吵架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，通常都是半小时内我哭哭啼啼的就结束了这样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算就是真的很合啊。因为在一起之后，我们是就是远距离，我比较黏他，就是我可能就三步就说你在干嘛，可是他永远就跟我说他在忙，然后就可能就消失很久，然后后来就知道可能就跟朋友打游戏什么的。我有一天就真的是很难过，我就很认真跟他说，如果你没有想要认真谈感情，那我们就是现在就不要在一起了。我突然就觉得说好像不对，我觉得就不能这样对这个女生，我要给她展现她就是前所未有没享受到的感觉。就那个恋爱的那个强烈那冲击，我要让他享受到一个大男给他包覆住这样。我从高雄这样回中原，然后直接彻底转变。我不知道就是那一次之后，我不知道他是怎样，就哪根筋不对，就突然就是跟之前有联络的女生就是全部都断联络。但是是在我没有要求他的状况下，那时候就说什么我跟你讲，就是在一起就是不要放闪，然后就他自己放闪那样，就是狂 po 我的照片，然后一直 po， 然后 po 到就人他朋友就觉得超烦被 po 了。其实我觉得大概交往了一两年内，我不知道哪个时机，我早就觉得就是这一生就这样，就是觉得说我就已经到我人生的开心的天花板了。我觉得就是我不可能会再选下一个了，就差不多那时候认定，我就觉得说就是这个走到最后的。佳慧，我的这一生就交给你了。不是，说错了，你的这一生就交给我吧。林佳慧，我爱你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镜头。好，镜头。天哪，快要哭了！对，你还没讲话哎。没有。那个爸妈，谢谢你们把佳慧养得那么大，不是把佳慧养大，然后养得那么温柔，然后体贴，然后我也很幸运，就是遇到佳慧。那我会用我一生，然后去守护她，然后让你们不要担心。然后虽然她嫁来高雄，但是我们也会常常回去看看你们。真的很感谢你。把我养那么大，在心里已经有想过无数次这个场景，我就很舍不得。
我一定也会过得很幸福，然后也会好好就是照顾你。谢谢爸爸妈妈。两个彼此手牵着手，然后共同去建立你们的自己的小家庭。好，要把自己过得快乐，就是我最大的。蛮多时候就觉得说，这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人，他让我就是体验到很多我平常生活中不太可能会遇到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因为是有自己的房子啦，他整个就是超可怕，就是100分再掐可能到200了这样。他整个就是爱干净爱到爆，然后家事狂做猛做，然后做到我压力很大，可是我还是很喜欢。我不知道他还可以给我什么，就已经没有来承受了，太多了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就是只有开心的，真的没办法想象我还会遇到比你还棒的人。基本上就是只有你离开我，没有我离开你。所以我希望就是你不要离开我，然后好好跟我走下去。我会做最好的那个另一半，然后一直守护在你身边。爸，在一起7年了，我也很幸运可以遇到你吧。就是当初真的是。就是用赌的心态，然后也觉得说上帝还蛮就是眷顾我的，这样就是你包一直对我很好，谢谢你包容我的一切大大小小，我也不是一个真的那么完美的人，这点我是真的很感谢。Yeah. 你在我爱你啊？哈？没有我爱你？有啊，我爱你啊。爱谁？你啊，我真的。不要做多变好。